欢迎收看《股海英杰》，我是曾英杰。那么大盘呢，今天出现一个震荡走高盘，现货再创新高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目前是一点整。那么大盘呢，现此时此刻来到了9245，今天呢，现货再涨42点。我相信今天呢，现货再创新高的同时呢，投资朋友一定有很多人发生这样一个状况，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大盘再创新高。可是因为你没有方法找到对的股票，所以一路的嘎空手，一路的看着大盘创新高，却呢没有赚到钱，这其中一种。另外一种更可怜的是，大盘不断在创新高，可是你因为选错了股票，因为你用错了方法，反而出现了满手套牢的股票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而很多人因为用了正确的方法，在这一波行情，我们不但看到了大盘创新高，更呢，因为正确的方法呢，选对了股票而大获全胜啊！那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？我每一天在跟各位沟通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？其实赚钱啊，到底难不难这个问题，如此而已。那么到底真的是难还是简单？我说过了嘛，其实难跟简单，有时候它中间就是只有那么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它就叫做方法。如果你没有找到方法，一直以来不断的运用错误的方法，你就会发现，在股市里面要赚钱，比登天还要难。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方法，你当然会觉得很难啊。但是，如果你找到了方法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在股市里面啊，真的是一个永远钱都赚不完的一个提款机啊。那重点是你要如何去找到这个方法啊？我想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嘎空手投资朋友的课题嘛，以及呢满手套牢股票投资朋友的一个课题嘛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选到正确的一个股票呢？就算你是想破了头，就算是你每天看报纸，你会发现终究还是一无所获。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你的方法真的要改变。那要怎么改变？我说了，首先你要每天来看我曾英杰的《股海英杰》这个节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证明一件事情，我要透过我这个节目去帮助你赚到钱。到底曾英杰口袋里还有哪些股票会大涨？借由这些股票，我们送给你之后，我们让你来跟着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做一个共创财富。那你可能说，老师啊，电视节目上那么多老师在送股票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股票会不会涨？那你的股票操作到底行不行？我说了，我当然要先证明给你看，我有这个本事，好推荐你这些股票，就代表我一定有实力呢，帮你找到标股，并且真正的带领投资朋友借由这些股票操作来大赚钱，真的是如此吗？来看一下我的股票，每天我在讲的这一档 TPK 3673，今天多少？已经站上300块了，每天都在涨，每天都在涨，涨个没完没了。今天盘中最高来到311，目前我所看到的价位，它来到307.5，足足又涨了11块。那你可能说，老师，这一档股票我知道它今天涨啊，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啊，因为这一档股票就是我在今年5月主持的这个股海英杰的这个节目以来的一个代表作，真的是如此吗？那为什么我知道带会员买这一档股票？我说了，当时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时 TPK 在4月1号以前，他怎么看？这边请导播拉近一点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弱势整理。哦，当时后面这一段还没喷出，我们直接看轰天雷。当时后面这一段，各位，这个是4月1号，哦，这是4月1号。我把整个画面把它拉上来，我用这个线把它拉上来。当时4月1号股价在这里，没有人知道会喷这么一大段出来。现在很多老师在讲这一档股票，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本事在4月1号告诉你这里可以买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啊。那你说我知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因为在我最新研发的这一套系统 A 赚指标里面，它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4月1号这一天，各位，就是底部形成的这个地方，它就出现了买点，真的是如此吗？那接着我有没有带会员买？我说了，我要送给你股票，我要送你股票之前，你必须要先看我的操作。为什么有这个必要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我的操作，你如何呢？相信我有本事挑到好股票，对吧？我这样讲很合乎逻辑嘛。所以我在上半段的节目，我先证明我呢确实是能够挑选到好股票。就拿这一档 TPK 来说，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讲了，好，都跟在我后面在讲了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4月1号他们没办法告诉你？因为他们不知道后面这一段会涨嘛。那你说我们知不知道？来，这边我写的4月1号买，
我如何得知四月一号可以买进这一档 TPK？我说很简单，透过 A 钻系统多空立判简易清楚，你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，你马上就可以知道 TPK 在四月一号那一天就可以做买进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在 TPK 在四月一号那一天，它就由蓝转红，也就是由空转多，真的是如此吗？我想废话不用多说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各位这边请导播拉近一点。当时四月一号以前，你看到什么现象？整个都在空方趋势啊，所以它根本涨不动啊。可是你仔细看这个分水岭，四月一号之后，这边拉近一点，它出现了一个买进讯号。我们来对照一下时间，时间是不是在103年四月一号？而买进讯号是在多少？179.5嘛，179.5嘛。所以四月一号那一天就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分水岭嘛，很清楚嘛。179.5，我们的系统用户知道蓝变红之后，四月一号那一天他们买进之后，各位看到后面这一段喷出了吧？我想各位都看得很清楚。而喷出之后，我每一天都在讲这一档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一天都带着会员来做这一档股票，而且到现在我一张都没卖，我每天讲的话都一样，好，一张都没有卖，也没有什么出一张出一半的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卖。各位，问题是我怎么如何得知四月一号可以买 TPK？就是这么一套简单的系统，由空转多，当然就是做多。来，各位，179.5蓝变红之后，我5月16号，当它又在出现加码讯号的时候，我请会员220元再加码买，6月10号265再加码买，这些证据我现在一一的秀给你看。来，把时光拉回到5月16号那一天，最低多少？来，拉近一点，219。当时219出现时间是在10点，我什么时候叫会员买？来，9点10分，5月16号，我们一笔笔来对，3673 TPK 218到220附近买进，为什么可以买？不就是这套系统告诉我的吗？A 钻指标出现加码讯号，真的有吗？这边是4月1号，我们系统用户买进之后涨上去，各位你们看到一个 B，写了一个加码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因为 A 钻指标出现加码讯号，所以我们220再进场去买，这笔单到现在我一张都没有卖，我还叫会员续报续报续报，而这中间它不断的往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我又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继续来看。9点19分，这几月几号？我们来看一下，6月10号，3673FTVK 来，263到265元加码买进，220我是不是买进了？刚刚你看到了，265再加码买进，停损我们每笔交易都会设248，当天收涨停，哦，当天收涨停。接着再继续来看，6月10号那一天最低它叫264，我们265我们的会员呢又持续的在265加码买进，当天马上锁涨停，哦，当天马上收涨停。来到了昨天，它叫6月16号。我昨天是不是节目就告诉你，3673 TPK，各位，288到289加码再买进，停损是不是守265块？这昨天节目你有看的，我都没有，我都有讲，哦，我都有讲。昨天就是6月16号 TPK 288，我再加码买进。各位，这一套 A 钻指标，从 TPK 翻多之后，我们做了几笔，180系统用户买。5月16号220再买，6月10号265再买，昨天288再买。跟我们来看一下 TPK 今天涨到多少了，这实在是涨得太夸张了，307块，307块。那么今天要不要卖？当然不要卖，但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动作，你来看哦，做什么动作？来，今天9点02分一开盘2分钟，现货开盘2分钟，今天的 TPK 马上就往上突破了300块，哦，3673FTPK 你仔细看。目前价位在304附近，仔细看，我们的价格又改了。若回撤280元，所有220元的部位，还有加码部位就全部出场，否则请报牢。各位 ，TPK 到现在我们做了几笔？我们一笔单也不用太多，就算它10张就好。你来看哦，我们一笔一笔来核对哦。4月1号系统用户180进场，对吧？5月16号你刚看到我发了讯息，220请会员再加码。6月10号，我请会员265再加码，昨天288我再加码，我到现在为止一张都没卖。你去看1234，总共几笔？4笔，每笔你把它去算10张就好。各位，我们来算这个180的，到今天307，我算那300块，一张是不是12万超过了？10张是不是120万？这个220今天算到300就好，一张是不是8万？10张是不是80万？一张都没卖，这个265到今天300，一张35000，10张是不是35万？
这个288到今天300块一张，是不是12000？10张是不是12万？麻烦你把这些金额全部加起来，各位，你发现了什么事情？现货创新高，我们借由正确的方法找到 TPK 之后，只做它这一档股票，各位，整个财富大翻身，整个财富大翻身。那今天呢，我一张都还是没卖，只是我们把我们移动停利已经把它改到280了。我们之前的停利呢，不断的在改，从220改到265，现在再改到280。也就是说，什么？这一档 TPK 啊，只要它涨个没完没了，我还是一样持续的一张都不会卖。那你说老师啊，那 TPK 总有一天会跌下来？对啊，没错啊。所以我设定了这个防火墙啊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火墙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去猜 TPK 的高点，我们不要去猜它的高点，我们用这个防火墙来设定移动停利，来设定移动停利，目前续报当中。那你说我只有这一档股票吗？我说了我们的股票不会太多，绝对不会超过5档。各位，五月份我还做了自冠获利出清之后，我是不是在昨天6月13号那一天我就转进了8936的国统52元买进？那我说了同样的逻辑，为什么国统可以买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国统8936，今天55块，我们在什么时候进场？52块，是在6月13号那一天，什么时间进场？尾盘的时候，会员全部都在尾盘的时候成交。那为什么这档股票可以买？为什么可以买？这完全是在复制 TPK 啊！为什么这样说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国统，来，各位，这是国统8936。我们请导播拉近一点，它出现什么50.8买进，那为什么可以买进？你仔细来看 ，TPK 在4月1号以前是不是在空方趋势？后来 TPK 4月1号以后是不是由空转多？是不是出现了买讯？而 TPK 的买讯是不是在180？那为什么我现在会去买国统？为什么请会员在52块去买？很简单的逻辑嘛 ，A 赚系统它从蓝变红，由空转多嘛，所以国统我们一买进之后，你发现到什么？短短的一两天的时间，它真的就涨上来了。今天也来到55块，他今天也来到55块，这就是我们的操作啊！我们的操作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说选定一档股票，你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看报纸，去研究什么基本面，甚至于去听什么消息面。很多消息啊，真真假假，你永远无法分辨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股市里面赚不到钱的原因，因为你老是听到假的消息，然后一进场去买就套牢。一套牢之后呢，就舍不得停损，然后就越赔越多。那就算让你听到真的消息，你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，一档股票了不起给你赚个3块5块，你就跑得跟奥运选手一样快。真正好的股票你买到嘛不好啊！我问你啊 ，TPK 啦，我相信这一波行情不是只有我们买在220，买在180，不是这样。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，你可能也是在180、200、220那里买进，可是试问有几个能够报到今天还不卖的？这就是重点，你听我意思无？所以做股票你想要未赚钱，因为就算讲 TPK 有你见到，你有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，不断的重压、加码、暴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当你选到一档真正的好股票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大赚啊 ！TPK 来，再看一次，307块。我相信很多人在200多块那里也有买了，可是买了之后你赚了几块？我要讲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需要我？你需要我原因是什么？来，各位，你需要我的原因就是这样啦，我会给你信心啦。什么样的信心？暴牢的信心啦。180进去之后，220进去，怕你跑掉再加码买，怕你跑掉之后再加码买。到今天，怕你会害怕，我们把这移动停利设到280。做股票选到强势股，你就是要这样做，你才能够整个大翻身啦。如果总是赚个3块5块，然后就换另外一档股票。总有一天踩到地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：一旦住套房，你呢会舍不得停损，然后越赔越多。各位，你是怎么样赔到钱的？我非常清楚，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操作股票，不是吗？那现在呢，我们的自冠出掉之后，我们转进了国统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们所选的每一档股票啊，为什么都这么巧？一买它就涨，一买它就涨。而且像 TPK 它还涨个没完没了，这到底原因出在哪？原因就是出在我们找到的方法嘛，不就是这样而已吗？就是这一套方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TPK 为什么当时4月1号知道可以买啊？由蓝变红嘛，那同样的逻辑嘛，你要看国统为什么现在可以买蓝变红嘛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几秒钟的时间，3到5秒钟的时间，马上可以判断出这一档股票它可以买。那么到底呢？除了国统、除了 TPK 之外，还有哪些好股票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？那又有哪些股票我们必须要避开的呢？我们这边呢要先休息一下，待会2分钟之后，我再来为各位做详细的报告。我们休息一下。在生活中，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。打喷嚏时，用手帕掩口鼻，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，减少病菌散播。预防疾病传播，请注意咳嗽礼节，并保持手部清洁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添加顶级珍珠粉，高效玻尿酸，让肌肤细致 Q 弹。Happy Pom Pom, I love you. Nice Pom Pom, Nice Day. 让每寸肌肤都有美肌力，蓬蓬香芋乳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在科建学美语，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。我们都在科建美语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么现在大盘呢，现货又创新高了，很多投资人一定在纳闷，到底有什么好股票可以买？我说，其实不用管现货在哪里，不管大盘在什么位阶，永远都有好股票。只是你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选股的一个方法？我想很多投资朋友现在选股的一个方法呢，还是借由看报纸来选股。坦白讲，看报纸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，但是它绝对不能让它成为你选股的一个依据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借由报纸呢来做一个选股，来做一个操作？我今天就举例给各位听哦。来，各位来看一档股票，来这档股票，宏基嘛，大家都知嘛，第二季获利看增6倍，哎，听起来不错，这一档股票很棒哦。那这一档股票今天有没有涨？它确实有涨。宏基嘛，它现在我看到的价位是在22.95嘛，接近23块嘛，表现确实不错啊。可是重点来了哦，当你今天看到这份报纸之后，而进去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可能已经买太慢了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如果宏基能早一点买的话，你现在看到这一份报纸应该是很开心，因为你持续的坐在轿上，真的是如此吗？来看一下哦。如果我说了看报纸有什么缺点，第一个，你绝对赚不到钱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来看哦，宏基这档股票，我个人也觉得它不错，可是绝对不是在今天你才发现它不错。来，
如果你有 A 赚指标，你来看一下，今天已经来到23块了。可是如果你也有 A 赚系统，来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不用等到今天，他来告诉你第二季获利不错，看增六倍的时候，你早就已经进场卡位了，在18.2块。什么时候？今年的4月3号。为什么知道？来，你看到红色彩带有没有？那这边有没有买进讯号？来，拉近一点。不但买进之后，我们慢慢的往后移，这边还出现一次加码，这边也要照进。早就已经卡位完成了，你怎么还会等到现在才去成为一个后知后觉看报纸买股票呢？不是说不能买，而是现在买。我问你，23块了，万一这个地方就是高档地区，你是不是又去追高了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明明你有一套好系统可以告诉你买在18块，为什么非得要等它涨了5块你才去追？而且追的风险是不是很大？对不对？虽然我们还在多方趋势，但是你会因为买一点跟我们的用户不同，你会产生压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算改天，我举例来讲，它回撤到好，我举例哦，我是举例哦，我不是在预测哦。假设它回撤的时候，就算我们的系统又在20块出掉了，各位，我们还是没有受伤啊。问题是，如果你今天去追，假设万一它将来回撤的时候，你就是受伤出场，这个就是怎样，有系统跟没系统的一个差别。你看看，如果你用 A 赚系统，你早就知道可以买了，而不是等到今天报纸出来，哎，这支股票我来买看卖啊。嘿，想办啊，你听我意思不？嘿，想办啊，你听我意思不？再来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今天报纸也有刊登，来，哪一档？哎呦，糟糕，这档股票，三洋金云权之争，殃及股价，市值一天蒸发19亿，哦嗨啊，这支股票，真正咪咪骂骂，要安怎？但是是今天才知道吗？今天知道太慢了、啊，很多人已经住套房了、啊。那现在知道嘞，要出也不是，不出也不是。哦，吃这个也痒，吃那个也痒。问题是什么时候就要知道这档股票，你必须要去注意它。来，各位，这档股票2206，我给各位看，今天跌停，三洋跌停26.85。但是如果你用 A 赚指标，哇，不得了了。你来看，拉近一点。52块，它就出现卖出讯号了啊！今天已经跌到27块以下了。各位，什么时候事情？3月20号啊，有吗？来，导播拉近一点。3月20号，这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？你有没有看到红转蓝？红转蓝，有没有很清楚？整个拉远，今天跌停，早就知道的事情，为什么到今天你还要去看报纸嘞？黑龙北护期啊！你听我意思不？你今天看报纸？你已经住套房了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你早就该在52块那个地方来拉近一点，去避开这一档股票了。怎么会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说有这一套辅助系统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嘛，因为它绝对比报纸告诉你的资讯还要早，还要快。就像三洋，52块，你知道避开的话，今天你看到报纸消息的时候，你要避开。前几天表现还不错，有人一进去买，忙住套房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还要表现好像不错哦，跑去追，结果现在马上住套房。问题是，如果你有 A 赚系统的话，要修嘞，这52块的翻空啊，在那里当背，这怎么可以买？这打死都不能买，要避开它。另外一档股票，大家最喜欢买的宏达电，各位162.5红变蓝，我当时一出来，我马上告诉你，一出来马上告诉你，后面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它会杀，已经跌破140了。现在很多宏达电的老师买在160那种点点嘛。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段会下杀，但是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在前些日子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宏达电要避开，危险请避开。来，拉近一点，有没有告诉你？162.5，6月3号那一天，如果你不相信，麻烦你把这个时间哦，有空去看我的节目，去看一下6月3号那附近，我有没有告诉你要避开？要避开，跌到140，我告诉你不要买，有没有讲？我想有看我节目，你都知道我有讲，那为什么不能买？各位？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嘛，这方法公法不刚我几点管你啊嘛，就是它转空了，怎么可以买呢？什么时候转空？162.5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宏达电，来跌破140，今天小涨0.5元，不会动嘛。所以为什么你会赔钱？现货在创新高，为什么你会赔钱？你要嘛就是选股的方法错误嘛，你选到了宏达电那边要探钱，人大概是探到嘴笑目笑，你是了解嘞？满面全豆花啊！迄就是一个方法，你听我意思，有诶股票都未卡未，都未卡未。但是你唔知啊，你现在唔知，因为你没有 A 赚系统啊，你免来知。TPK 续报中，买几次？1234，
移动停利280，续报中。各位，那接下来到底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介入？这个已经告诉你了嘛。我说来电就送嘛，但是送你什么？介入的买点，还有这里面都有数字啊，节目上不方便讲。以及这三档股票，我说你要跟着我们来操作，你想要大赚来拉近一点，第一件事要学我们一样 TPK 敢重压，第二件事情像 TPK 一样敢抱牢，第三件事情像 TPK 一样要敢加码，220买，265买，288买，甚至于更早的系统用180买。各位，你会发现这样做下来倍数获利就是你的。齁，那这三档股票我说了，在侧标也写得很清楚，为什么我会选定这几档股票送给你？因为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样真正的去买，真正的赚到钱，看节目就能赚钱。有兴趣的，我说了一通电话，这些股票这些资讯完完全全的跟你做分享，希望你能够踊跃的来电索取。那别忘了下午3:30持续的收看曾老师的亚洲奇网的节目，我们下午3:30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马黛叶分解茶解油腻畅无比，爱之味马黛叶分解茶新上市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。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要运动就行动，790ml重装登场，行动动能饮料，添加藤黄果，可补充流失水分及电解质。啊，行动真的很好喝。运动就要行动，行动动能饮料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。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？古胜绿咖喱新上市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。亚洲投顾。